一刀先第一先刀下面先提起来，对对对。那我抛不准。这样子。哦，大拇指就顶着点。OK OK OK 啊，摇进来吧，来，然后再摇进来吧，那他怕把你弄伤呗。真爱。你到底怎么了？别碰我！你哪儿不舒服？哪儿不舒服？哪都不舒服。我应该怎么帮你？告诉我，我到底应该怎么帮你？告诉我，不要跟我说话。对，进去了，进去了，膝盖也进来。对，进来，对，进来。哎，我们改，我们膝盖。怎么了？眼睛怎么了？哎，我走，我要回去。说什么？说什么？那么玄幻的词，别怕，有我。小伤好像带不走了，然后再给他一点，可以。小伤。我命。哎，凳凳子底下呢？走楼那边吧。走呗。不知道你不是这个地方帮帮他弄，这个地方。对，或者这个地方我弄。可以。好好好。来，好的。没问题。我放那边。往这边来半桶了。不用点了，不用了。我这么大兄弟，能接受吧？他得这么高，就是小猪。可以。没事，你可以。先关一边。怎么又被您识破了？大宁可太聪明了。大宁，你下次注意。谢谢，走吧。哎，大宁，走。因为他是爱上你的，如果是现在迫不得已，大哥的女朋友他被你抢了，他爱上他，他是一直爱着他的。我俩是同时遇到，对，同时遇到了他选了你，对，他选择你，还有这段，那我一直暗恋大嫂，对对，就不能，还有这段，对，有这么一段，那你就要主动。要是不知道，是不知吧，有点暧昧吧，他是知道，但是他已经选择你了，所以这。他已经有了，没有了。我们走边去吗？在这儿。会变得一。没事，真的，我他说完了，我们再走。啊，不，别，一会儿，我想。走你这。保一个来，来，我们保一条啊。佳爷，我以后不会再来。要拍响吗？对，拍响。等我帮你报完仇，就带你回河门。Thank you.
纯粹就是一场谈恋爱的戏，就甜甜的恋爱。男性会怎样主动呢？你就知道你那些案子，伤都没好，你也不回家上药。啊哦！干嘛？你不脱衣服怎么上药？啊哦！哎，怎么你害羞啊？现在不是每天都给你上药吗？那没有，你说话呢？你正常是一个透明的啊，对，你正常是一个透明的，什么透明？电灯泡吗？电灯泡，电灯泡的呀。假装没看见，没戴眼镜。对对对。不知道为什么不否认，还是给我丢进去怎么办？你怎么听见我的 OS 了？就是我觉得你的情绪可以递进，来看你。这个灯，就算不是将心白杀的，那也跟他脱不了干系。完了，这戏也不看，想看你。就算然后店小二说，大家都散。那也跟他脱不了干系。你都丢下去。清场，浪费我的茶。不给你喝。哎，上坛酒。啊，那我来人。啊，这是我打的，不用他这是要喝茶。